同志们，你们好。这节课主要讲一下副食的变化。所谓的副食是指的画面的形状，你比如画面是扁的，还是长方形的，还是圆的，还是其他的各种形状。那画幅变化呢，对画面的意境的创造呢有很大的影响。你比如如果表现一些平静的画面，那我选择那种横长的扁的那比较适宜。那如果表现一些比较雄伟的山势，那我可能就要选择一些呢高的竖的那种长方形的，那比较适宜。那中国画里面的这种画幅呢变化很大的，我们下面呢一种一种的来了解。那首先呢它有立足，所谓的立足它就是长方形，然后呢竖起来的。通常指的大小呢是指的，你比如我们以四尺轩或者六尺轩为例，把它呢开伸开，然后其中的一幅呢拿出来表现，它就是立足。那立足里面它分了几种，你比如它还分成中堂、条幅。那条幅里面呢它又分成条平、四季平和通景平。那中堂是什么意思呢？中堂实际上也就是比较大一点的立足，你比如用那种四尺整轩、六尺整轩表现的来竖的。那条幅呢就是用四尺轩或者六尺轩呢长的开啊，这个是把四尺轩横过来散开。那所谓的条幅就是把这个纸竖起来，用最长的这一面呢把它开两开，然后竖的去表现这个绘画。那这种形式呢叫条幅。当条幅有四个挂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称这一组呢为条平。通常习惯上的有呢有四季平，所谓的四季平就是它有四幅分别表现呢春夏秋冬，把它组合在一起有一个主题。那还有一种形式呢，它把这四幅放在一起，它每一幅不是独立的，它要把四幅呢合在一起才是独立的。那这种形式呢叫通景平。你比如在这个画面里面，虽然是四个条幅，但是呢要把它合在一起，它才形成一幅完整的画。像这种比如在这边它会表现一些景物。可能在远处呢还有一些山。所以开始主要是以前呢这种立足它上下都有那种柱杆，要把这么大一个画面呢上下装那种柱杆很不方便，然后它就把它分成四块，上面呢这些都有柱杆，然后把它呢悬挂起来，然后好收好画。但是它的画面是完整的，所以这一面呢叫通景平啊，叫通景平。它这个立足总的特点是什么呢？首先它是竖式的，它适宜表现一些山头比较雄伟的，然后上下这种山呢一层一层的重叠的这一类的这个画面。所谓的中堂条幅，它只是呢宽度有一些变化。你比如一般的立足或者中堂呢，它这种比例是我们最常用的，好多画家最喜欢的一种，接近于这个西画里面的所谓的黄金分割率的那种比例。那条幅呢就是更窄一点啊。那这些所谓的条平呢、通景平呢，只是呢把这种条幅并置在一起。那这种条平它通常是四幅在一起，那最多的可以达到呢12幅啊。那下面呢我们看一些立足的成品，也就是以立足形式来表现的一些作品。那这张画呢就是立足的形式，它是长方形的，而且呢是竖式的。这种画面呢适宜表现这个山势向上的重叠。那在这幅画里面呢，它前面有一个小山势，到中间呢这种山头一直推向呢远处，一层层的表现。这一类的画面它的一种构图规律呢跟前面我们所提到的都差不多。那它首先要有一个呢
所谓的画面的中心，数据中心点景的这种地方。那这种地方它有一些会有一些黑白对比很强的，会有一些建筑物啊、流水啊等等，跟人的这种生活呢密切相连的一些东西在这边。其他地方呢都是慢慢把它推开来的。那这种立足方式更主要的给人的感觉就是上下的向上的一种气势啊。那下面呢我们再看一幅，我们再来看这幅画。那这幅画就是中堂的形式，它是四尺整轩来表现的。那么它整个高度呢要比刚才的那个四刻三刻以后的那种比例呢要高一点。那中堂呢它更适宜表现一种全景的画面，而且呢它的山势会向上的感觉呢更强烈，因为它这整个长度呢比较高一点。基本的表现呢也是从前景向上的，然后从层层叠叠的向远处推过去。一些流水呢它也是比较垂直的这种走向，它像横幅的流水它可能会表现曲折的比较多一点，那这种竖式的呢中堂里的流水呢它更多的会比较垂直一点，所谓的高山流水的这种意境。这边出现的这个示意图主要是说明方幅的形式。那方幅呢就是比如一张四尺整轩或者六尺整轩，我们呢对开然后出现两个正方形的这种形式呢叫方幅。那方幅呢它有大有小，那小一点的呢叫斗方。你比如我们在这里面再把它呢再开，或者这个出现的这个方幅里面呢我们再四开，那出现一幅很小的，那这种形式呢叫斗方。方幅的这种形式呢是现代画家比较喜欢的，它因为它四个边呢都是相等的，画面的中心呢更加凝聚，在这里面经营的时候呢它由于没有明显的这种扁横长的或者竖长式的这种东西，它所有的中心呢都凝聚在这一块这个方的这个范围以内，所以现代画家呢喜欢用这种形式。下面呢我们看一下以方幅来表现的一些作品。那这幅作品就是方幅的，它是四尺轩对开以后呢一个正方形。在这种画面里面我们会感觉到它的重心呢比较集中，它没有拉得很高的这种东西，也没有拉得很扁的一些东西呢，所有的景物都集中在画面的这个中心。然后在这里面呢它利用各种各样的对比关系，你比如黑白对比啊，利用这个环境的这种灰的黑的把这个白的房子呢表现出来，那利用这种大部分这种横向的走势呢在这里面进行了一个这种接近于 S 状的这种回旋的这种意境。那这一幅就是斗方，它是比较小的一种方幅。那这种画面很小，但是呢你这样可以把意境表现的比较开阔一点。由于画幅小，我们呢一般的表现的对象呢就以灵巧型的比较适宜，在画面里面呢刻画的东西呢也比较精致一点比较好。那这个画面里面一些树啊小船呢规划的就稍微详细一点。那越是小的东西你的表现东西呢越小，你像这个树这种船，哪怕这个船上的船棚里面的一些网格呢都把它表现出来，甚至呢这个滩涂上的一些碎碎的石子呢也把它表现出来。这样呢由于刻画的比较精致，再加上你整个画面的这种经营气势呢也是蛮大的，不是因为它是斗方，是因为小幅画画面呢就会显得比较小气所以这样可以营造一种比较大气的东西。那这种形式就是横劈，所谓的横劈呢就是把这个长方形的这种画面呢横过来表现，你比如四尺整圈横过来画，或者六尺整圈横过来画，或者呢四尺六尺整圈呢中间横对开，对开以后呢这么一个画面来表现它还叫横劈四尺或者六尺圈把它散开以后呢它的高度更矮一点，长度比呢更长，这一类的呢我们就可以称它为长卷。那再长的有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三张长方形呢把它连接起来把它连接起来，
这中间呢，用一些这种裱糊的手法，那把它连接在一起，在这里面呢表现呢，这种手法叫手绢，因为它非常长嘛，在案头上难以展开，我们要一边看一边放，同时呢一边还要把它卷起来。那这一类的作品，它画面一段一段的，可能呢会比较独立。但是呢每一个独立的画面之间呢，它又是有机的把它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假如你有地方把它全部打开以后呢，它整体的又是一个独立的画面。但是它每一段每一段呢还有一些中心，不像我们前面所讲的一些单独的画面，它只能有一个数据中心。在这种手绢里面呢，它会有好多好多这个数据中心，那一段一个中心，一段一个中心。下面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方面的作品。这幅画就是横批的形式，我们会看到画面里面呢，它整个是左右这种横长的气势特别大。这画面的中心我就安排了一个这种基本上是水平状的这种横的这种线条，然后所有的其他的这种笔触呢也是左右发展开来的。当然在这种画面里面呢，它还是一种独幅画，它也只能有一个中心。所以在这个画面的正间，我们看到这个地方黑白对比最强烈啊，然后把一些小羊啦、小人啦、鸟儿这些动的东西呢，安排在这种黑白对比最强烈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就构成了画面的一个中心。横批呢，它还是独幅画，它的一些构图的规律呢，跟前面所讲的呢还是比较统一。这幅画也是横批形式，它的画面的构成呢，我们能感觉到它是左开右合，中间呢用这个淡淡的瀑布把它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呢景色比较开阔的。当然这个画面的区域中心呢没有把它放在所谓的景致交叉点而是呢放在了这一块那这一块呢我们会发现它会有一些建筑物，有一些呢这种像一种寒冬似的，里面呢流出了一些水流，慢慢的呢流下来以后呢，又是一个桥横在这边，构成了呢一种层层叠叠的这种感觉。那整个画面看了以后呢，数据中心在这边，然后这边呢又是一个很淡很淡的大的瀑布呢，跟它实际上起到一种呼应作用。整个画面基本上是把这个左边的左上角和右边的右上角这一块呢给填满了，是这一块呢又留出一个很大的空间，形成了一种C型的这种构图式样这种意境比较好，视野感觉呢开阔。好，下面呢我们再看另外一种形式，这就是一种手绢的形式，它呢一段一段的会有一个区域中心，然后呢互相之间的景色呢也是连绵不断的。好，到这边呢它又形成一个新的区域中心但是这个区域中心的景色呢跟刚才那个区域中心的景色呢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再看下面几段，好，又形成了第三段的一种区域中心，它这个区域中心呢黑白关系对比强的呢在这一块，然后其他呢就是这一段看呢它也会形成一个独立的画面，跟前后都是连绵不断的。那我们在下面呢连续看几段，好，我们看到整个景色都是连绵不断的，然后又一段一段的都出现一些区域中心。那这种手绢呢它的长度可以很长，短的呢是几米，长的呢可以达到十几米，甚至呢上百米都有可能的。好，我们刚才看的呢就是一种手绢形式，它里面景色连绵不断，每一段呢都形成一个区域中心，让人呢也一步一步的进入到一种圣境那这种手绢的形式，它短的可能是几米，它长的呢十几米，甚至呢有一百多米的都有这里面变化无穷变化很大。好，下面呢我们看另外一种形式，侧翼。侧翼呢它里面像是一本书一样的，里面是用宣纸装裱而成。那侧翼这种形式呢，它互相之间呢又是连接在一起的，它的形式很活泼，很灵活。你比如我们可以呢在这个单面画一幅画，在这边呢提上这个跟它相关的一些文字，然后一画一书，
书法和绘画呢很好的把它融合在一起，也可以呢这两页把它画成一幅呢完整的画面，然后把整个这一本里面呢可以把它做一个主题。你比如你从这个泰山采风回来会有好多素材稿，然后呢把它整理成一幅一幅的小品，然后在这个侧印里面呢表现出来。那另外呢我们看这个侧印放开了以后啊，它互相之间呢都是连绵不断的，这一页和那一页之间呢都是联系在一起的。那我们看到然后互相之间还可以再把它放打开，那都可以打开。这样一来呢我们可以把一幅一幅的呢采用刚才所看的这种手卷的形式呢把它结合起来啊。另外我们看这个车印，它不仅这一面有，同时呢反过来也可以表现也可以画的。我们可以呢在这本书里面在这本册印里面呢表现两个主题，比如另一半边呢是以书法为主的，这一半呢以这个绘画为主的，或者那边表现的是黄山景色，这边呢可能是表现的另外一个地域啊。所以册印的形式为画家们所喜爱啊，许多画家呢都喜欢用册印记在一起自己的一些心得一些感受，特别是作为自己收藏的一些东西呢，他可能会把某一个地方采风回来的东西把它通过一些整理把它呢表现在里面啊，也可以作为素材，也可以作为那一种这种特有形式的一种作品呢进行自藏啊。那当然也有好多书画爱好者手上呢藏有这么一本册印，然后他可以请各种他熟悉的书法家画家呢在上面留下一些所谓的墨宝，这样呢它当作一种纪念性的这种形式。所以册印呢是无论是画家还是收藏者呢都比较喜爱的一种形式。好，下面呢我们看一下扇面。这是一种扇面形式，扇面它跟这个刚才讲的一些画幅呢有一个不同点，一种不同点它的里面呢有一些折叠线，它这种折叠线呢都是放射状的，另外呢它的上下边线呢又是带有弧线的，带有弧形的。那你在表现在这个画幅里面表现这个景物的时候呢，要考虑到它这个边线的一种变化，一个要考虑到这种放射状的这种线条，一个要考虑到上下的弧线。在你画面里面出现这个垂直线的时候，那你垂直线呢要跟这些放射状的弧线呢大致上要有一种统一的方向。当你表现在画面里面要表现水平线的时候呢，这种水平线要微微的跟这种上下的弧线呢要有所统一。下面呢我们看看在这里面呢我简单的画一些示意图来感受一下具体要画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东西。处理这种边角的时候同样道理要让它有一定的虚掉的这种感觉。比如我们要在这边在这个平坡上我要表现一棵树，那这个树的整个方向呢适当的本来垂直线是这样，那我这个树呢适当的向这边稍微倾斜一点点。比如在这边呢要表现一个房子，房子的这种线呢要适当的有一些这种变化，到了这个边线的树呢朝这种倾斜的可能要更厉害一点。你会发现这一组树它基本上是跟这个后面那种放射状的线条呢不是完全跟它方向要一致，只是说要大的感觉呢要有所统一。然后这边有树，这边的树基本就朝这个方向，包括有这种假如有小桥，
们和远处表现远景的时候，所谓的山势，包括山脚下面，你比如我这边要表现一个水脚吧，那水脚这种水平线本来是水平的，那我基本上要微微的跟这个外边沿呢要有所统一啊。你比如这边我再表现一个水脚，上来所有的曲直线跟那个放射状的直线呢统一起来，所有的本来是像水平的线条呢跟这个弧线把它呢有所统一，甚至落款，你比如这幅画要落款，我从这边开始落，基本上也是要随着这个扇形的这种走势去表现的。用这种方式，无论是多少啊，最后呢印扎。那假如要敲印，那就这个印就不能是垂直的，那也是跟着这个画面的这种走势呢是敲。你这边要敲一个弦印，那这个弦印长方形的，也要跟着这个画面的整体的边线呢去变化啊，去调整。那这个是扇面在表现的时候呢是要特定要注意的一个东西啊，主要要注意的就是它有一个这种弧形弧度啊。那扇面呢它还有其他形式，你比如圆的完全是一个正圆，那这种正圆呢它里面的一些表现东西跟那个其他的这种方弧的这种表现方式呢基本上是接近，只是呢它没有角，把四个角呢给消化掉了。但是我们在表现的时候呢就是要注意跟这个边缘的处理呢，也有的实在的，有的呢是虚的。你比如因为它是一个圆的没有角了，四面全空下来，那所有的东西都在虚浮在中间，那感觉不实在，也不能把所有的边呢全部沾满了，那也太闷了啊。那在处理这种边的时候要注意一种虚实关系。那还有一种呢是方形的扇面，方形的扇面呢它把角呢微微的取圆，那这种跟方弧的表现手法呢也是接近的，也没有太大区别。那有区别的也就是刚才我们看到这种扇面的这种形式，那放射状的这种形式呢要注意一下。好，这节课呢我们主要讲了复石的变化，那复石对构图呢会带来很大的影响，这里面大致上有一些立着横劈然后呢最后的这种不规则形，属于的扇形的这一类的啊。好，同志们，这节课呢就到这里，再见。